请单身我一次，想我欣赏好无地位，受起我只有灾情除掉一切，一个宝宝来出世咯。天伦之乐，你当时我阿弟啊，伊是一个看人的地理，看人风水，所以伫伊身躯边，所有即个奇门遁甲、摧枯念旧，我是独第一义。然后你家世刘斌的，伊他即是我某囝的老爸，我的师父，伊伫咧精通医术，我自细汉到大对即个医术的做有兴趣，所以我对伊的身躯边好喜欢。如今伊前下离开世间上了后，伊从伊查某囝嫁给我，虽然享受伊外母贵不清啊，只不过是苦叹，苦叹讲我靠我自己忍耐，我并无双手拍拼，但必须能到位咯。并无伊忍耐往到京城做官，心内所想，伊休息啊，甲人医术看病，行行出状元来讲，也毋过我一心意最大个一项最大个心愿，希望到往到京城做官。为民服务，这才是我最大想要做的代志。手术讲切不掉，山上所在满了药草，顺便飞身离去，用我的车里通知就是啊。当年也就是文斌，伊的爹亲
心念当悲，四处流浪，来到阮的故乡，互阮爹亲来甲伊收留。我的公公伊病死了后，旁边是一个拯救伤一个查甫囡仔。我的公公会晓看地理命相，对着医学有淡薄的研究，所以阮阿弟啊对着王斌有特别一份的关心。伊认为王斌是可做自在，王斌嘛真谦恶，所以阮阿弟啊伊真信任伊，并且将我叫连的婚事匹配予王斌为妻。再者，阿弟将伊毕生所学的学历隆重教予伊文斌。定亲死了后，本地方的药铺就由文斌伊来继承。虽然文斌即马现在住在本地方，是一个有名的丈夫，也毋过伊的性情甲我阿爹无共款。阿爹时常对阮讲，来当帮忙人以上，拢是爱共斗三工。但是文斌总是伫咧想，如果伊出外去采药草，或者是去买一寡药材，事事下下拢是爱钱。如果讲若时常要共收钱食，安尼岂不是阮时常为着生活透钱的问题？所以我的翁婿个性不真明白，但总是一想的毛衣的立场啦。所以面对着变数，我自然有我的方法。也若面对我的翁婿文斌，我嘛有讲话一套。阿母毕竟要牵手过一生，爱久久长长，互相爱了解个性，才会当包容一切，牵手过一生。草，阿唔知，我阿娘吼，阿无甲伊试看卖啊啦。夫人啊，你好。阿姨。喂。阿姨。哈。啊，你今仔日来吃，哪会油头苦面？敢会是？你阿娘怎样是？无唔对啦，我阿娘咧艰苦。我要来找吼陈大夫啦，伊敢有伫个？古镜头搁拿起来了。是啊，是啊。天气伫咧变化，老大人的身体得爱更加注意。尤其你的阿娘，伊本来身体就无好，爸母还搁带伫咧，这药啊袂当断，你知无？我知影药啊袂当断啦，啊，但是我嘛惊陈大夫不爱搁贴药啊给我啊。阿姨，我知影你真友好。其实，厝边隔壁的人互相照顾是应该，只要阮也做会到，阮一定会甲你斗相共。而且你是一个友好的囡仔，赚的钱嘛无济。天气变寒，这种天气，上侪老人囡仔伫咧破病。你等我。夫人，哪会这好啊？知影我要来听药啊。有十贴药啊，十贴哦，对，遐济啊。药母，我有去甲伊加一滴，是伫要疼恁阿娘的身体。伊若转药啊，已经给你知影安怎转吼。我知，啊，但是夫人啊，我顶间哦欠陈大夫的钱，我拢无法度还伊。我想要来贴药，我惊甲我讨钱，这十贴药啊，可能哦。我从小到即摆才定的时吼，还佫欠足久的，袂要紧。这算夫人予你的，算讲我对恁阿娘一份心。毕竟我的爸母嘛无伫的啊，我甲因当作是我四大人共款。你着安心把这药啊摕倒转去。嘿，袂使，我阿娘讲假的，迄药啊袂使。食迄无钱的，讲无钱的袂好啦。夫人啊，这年也是过吼。啊，这个所在吼，种植拢种无好，旱灾。我小城的所在找工课，工课若是找有哦，我会偷偷还你钱啦。白养的，
你的老母生你是孤儿，你来去省城，放一个老大人，什么人要顾？免跟我客气，那是老人的欠算。讲什么药啊，若无钱就吃无效，无影啦。啊，你若真正要害我，你才开两仙给我就好。两仙哦，好，我会认真做事。啊，是青菜哦，像水果，好食起来分你吃。水果甲青菜，啊，准时，你有来好无嘛好啊。好啊，阿丽夫人啊，我今天传呀，今天传呀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干杯啊。哇，啊，阿姨啊，张大夫啊，啊，你哪会做海椒？好。你某做人有够好个啊！我之前的事拢全部乎你啊！若是安尼，无甲我讨钱嘞，佫摕十块银仔乎我嘞！啊！你顶一头，这个钱你也袂乎我嘞？对啊！哎，我无要紧啦，迄老大人有性头啊，这银仔拢会对条条啦。哎，像恁某安尼啦，伊心肝遮尔好，做人遮尔个善良，唔好像你啊！逐项代志都爱钱，爱钱，爱钱啦！我即摆吼要甲这百姓讲，若是要拆银仔吼，也是要看病哦。爱找你莫，莫找你啦！阿基啊，阿基啊！我兵，你等来阿是？哼！我兵啊，啊你出去到外面，讲要跳药草，现在是要去买药材，是去发生什么代志？对对，咱斗钱好过安爽。阿姨啊，他到外面在咧讲，你十贴的药给伊，不但不来收顶到小款，而且十贴药啊，你算讲要送给伊的钱。阿贤，你讲无唔对啦。刚讲，看钱，这钱项你看了才知影轻着，你也知影，自细汉到大，我真认真在打拼。自从我甲你认识以后，我嘛真认真在咧赚钱。我甲人看病，看病嘛需要金钱。刚讲免看金钱，就当人看病去嘛。兵，你个性莫这尼啊暴躁嘛！我那点是时常甲你讲，以家父母心。既然咱做个高官未来，为什么要安尼斤斤计较呢？换一个立场甲伊想，今仔日咱若需要人帮忙，别人若无敢帮忙，咱是毋是会真艰苦？所以啊，人就是艰苦，而且来甲咱拜托，咱若做会到，帮忙有够到位。我知。要不你把三头两计嘛需要一百米，做任何代志拢需要本钱。刚讲，我有足侪时间咧，山顶所栽班草药，有足侪时间咧，去陪伊阿公药性。我知影你的辛苦啦，你是阮翁诶，我哪会唔知你辛苦伫倒位？其实一项诶问题，我即个做某囝诶，拢嘛会甲你暗算，也有时阵艰苦啦，咱都。下半一挂药材，上顶会好人。我跟你讲，有时阵啊，人若回报的，会比咱得到的搁较济，这叫做心安理得。而且我嘛知影，你一心的心愿，就是要将你毕生所爱的，会当愈来愈济人知影，甚至会当扬名京城。所以我希望有一天京城。那是讲，你要去赴考嘛好，或者是咱伫咧精选太医院，然后伫咧精选太医，你若去考试，你就是咱本镇的公羊呢。我就是要来讲一件代志，今天外面所在，这帖草药倒转来半中道，我听你咧讲，讲家乡初中文书娘娘心念重病，也毋知为虾米，所有的太医看，我说手无去，就这个机会。我想讲要前往京城，有可能这是我一步登天的好时机啊！当今的郡主娘娘得着怪病，讲什么怪病我嘛唔知影，只不过这病有可能不是一般咱所见到的，一款平常时会来破病病症。文斌啊，我知影你真着急，想要出头，但是我认为这马时机唔对，你家想。既然互相会斗本文，那呢就是真严重的代志。咱是一个百姓家，确实有影。你的医学学了真好，但是我感觉这是平民百姓家利益，面对着皇亲贵族，这毋是好厉害呢？医好就好，那若医无好，恐惊这是性命的。所以以前你言语讲起来。
和你对我的意思都淡薄怀疑心。我不是怀疑你，更加不是对你无什么抱怨，只是我伫咧想，皇亲国戚又搁是当今君主，必然是怪病。京城会中太医高明，这么厉害，都无人我能医治，何况是你？哦，我知你的顾虑，我嘛知你的想法。相信你识识我，忘记一工两工的代志。我立场，我的决定，必定你也真清楚。确实讲，我从至于要安尼生存，什么代志拢无法度改变我的想法。希望你给我一道机会，放心，玉玲，我袂让你失望。即次我若往到京城里去，一切白痴也好，我得当扬名天下、啊。就算会失败，我平安无恙离开京城。我以后就阁有迄款一步登天的想法啦，只要会当安稳，去这山上，甲人看病，安稳过一世人，心安理得，甲人的心不休过自由，安尼就好，好不？文斌，我知影，你真少会，就对着公公，四处伫咧走跳，对着人面。你嘛看真济，可能比我玉莲看到还佫较济，恶的嘛真济。我知影，你一心伫要向上，我嘛都甲你阻挡。好，你若想要去行啥，你就去。只是红心落座，你也家己知影，爱小心。既然是怪病，你就爱特别谨慎，注意。我量你地位，你这是准备起跳？是啊，是起袂当啦。趁这个机会，咱的囝在你休息的，我赶紧离开。哎，若无咱囝哩，伊若真受了，我是随意说，我这老袂找你。人讲出门，有知音三不变，上古变钱财的上重要。去到京城，该给我报平安。我希望你故乡地一名草药大夫，会当伫咧京城扬名天下。必定袂予你失望，但我要离开了。我送你。哦、oh.
you